接外甥女放学，没想到班主任是我初恋。这这么长时间，太巧了。哎呦我，这我外甥女儿，我今天我这不那个，我姐她都没空吗？我所以说我来接着她。我还以为你都有孩子了。那啥吧，那个咱俩加个微信呗。行。我多少年没见了，是。不是你等会儿我加老师的微信呗。然后咱这个咱便于沟通，因为这段时间都是我接的。啊，这段时间都是你接的。啊，对。哎呀，哎呀呀，那你这孩子你，那改天的明天的吧，行吗，老师？行啊，好嘞。哎呀，你这孩子你着啥急呀、啊？不是，我舅舅问你啊，老师有没有男朋友？我不知道。那你老师平时有没有什么大哥哥大叔啥的来接的？我不知道。那妥了，他有你舅妈了，知道不？我就问你啊，你想不想在幼儿园只手遮天？想。想不想在幼儿园当老大？想。想不想在幼儿园当关系户？想。帮舅舅个忙行吗？行不行？什么忙？来，咋崴了？不是，你这么不小心的怎么？哎呀，你这孩子，我这拉着你走，怎么还崴了？啊？孩子咋了？哎呀，老师，这走道的脚也崴了，你这是不小心。是在学校整的不？那不是，你是在学校整，那我不得刚崴。那没事，老师你忙、啊，哎，你看，哎呀，疼了是不？疼了。啊，你没事，老师你忙吧，我给他揉揉就好了。没事啊。啊，没事。啊，你忙你的。啊。你照顾好孩子。啊，好。疼吗？疼啊，疼！哎呀，这块疼。哎呀，你这都肿了都。我实在不行，我送那俩回去吧。哎呀，这孩子瞅就走不了了。那多麻烦呢，老师能走吗？走不了了。哎呀，那走不了。哎呀，那麻烦你了，老师。没事。哎呦，那我扶着你吧，能走不？哎呀，慢的啊。哎呀，真好。谢谢麻烦了啊，老师。没事。啊，小事。然后那个，舅舅啊，我什么时候可以喊老师舅妈呀？孩子说啥呢？喊什么舅妈？舅舅，你不是说他迟早会成为我的亲妈吗？什么儿子叫舅妈呀？这开玩笑，孩子。你说那什么？开玩笑的。嗯。地址给我发过来吗？啊，地址那个什么，你做好了，发地址走了。那个是不是得加微信呢？我给你发地址。我加微信。